你的留言一直都撑住我们。好像早前有位观众在 WhatsApp 这样讲，最近每日都透过 YouTube 看到《星火飞腾》每一集，我很感动。有时通过你们的节目，我感受到耶稣藉着这样给我一些信息。虽然我没有回教会，但你们的节目给了我信心。星火飞腾，我最近时时看，每一个故事令我更加找紧上帝的应许。这个是上好的福分，比世上任何珍宝更具意义。奉上少少金钱支持 CBN， 希望万人得福。上网看了星火一年，差不多100个故事，每个都很大激励和感动。多年来我没有回教会，现在再次回，期盼自己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好多谢你们劳苦的付出。在我面对叫家人信主好多年都不成功，快要放弃的一刻，神安排我看到这段短片。63岁的师傅都能够信主，我信耶稣会改变我一家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制作，在过去的痛苦的一年当中支持着我，每次看完都令我很平安。特别近日因为婚姻的问题，透过你们的见证，神使我想通了，好奇妙。感谢你们制作这么好的节目，好感恩看到弟兄姊妹美好的见证。444集深美的故事，丰富又感动，对年轻人好大勉励，多谢星火飞腾。我是住在中国山区的姊妹，偶然看到星火飞腾令我好感动。